醒了，宝贝，晚上好呀。睡醒啦，小妞，好开心呀！终于买到啦！天哪，我居然在澳门看到了我久违的嘎啦，这是青岛的特产，好想念。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，澳门真的是太热太热了，现在平均每天都36度。我现在要去吃早饭了。Hello， 早上好，我们又来吃早饭啦。我今天选了一家茶餐厅，看着很不错。太好吃了。这是我点的冰镇菠萝柚，妈妈点了一个鲜虾馄饨汤面，这个已经吃完了，里面是两片厚厚的花粉，让我们来尝尝。这个好吃。早起去吃个早饭，今天雨诺8点多才醒，我们现在去楼下找点吃的，然后呢就跟阿言去逛一逛一些小店。
三个单独行动，妈妈今天在酒店休息，然后我们今天跟阿言他们去咖啡店打卡。走了大概20分钟，我已经湿透了，脸都红扑扑了，太热了。我们终于到了。哇！哇塞！太顶了。这里的水果真的好便宜啊，跟新西兰比，荔枝还有西瓜。啊，我们的最爱榴莲。小菜瓜什么是谁有？哈姆老瓜我咬一个，菜菜哈巴瓜什么也咬一个。这是我们8月份的画展会销售的明信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当当，妈妈们在工作，爸爸们在带娃。终于签完啦！就是太热了外面，所以我们晚上决定在家里吃外卖。当当，来，是不是？看着。嗯，这么香。嗯，啊。哎呦，这天很好呗。嗯，这绑到我的方块了。哎呦。早上好呀，宝贝。嘿嘿嘿。来摸摸粉刷了。哎呀，这个真方便啊。把这个小脚丫子摸。哎呀，这小屁孩现在黑了没？没有，黄白白的呢。白白的。白白嫩嫩，白白嫩嫩。这边妈妈也摸摸。哎呀哎呀哎呀。哎呀。嗯，小脸蛋呢？小脸蛋，小脸蛋一会儿再说。嗯。小脸蛋要这么磨，我不想滚。好热好热呀，热死了呀。我现在试试这个很出名的猪扒包。让我们来试试看。
一下酒店的 room tour， 从这进来是浴室，这边是厕所，个大镜子，这边是好漂亮的海景，可以看到对面。这个酒店是在湾仔这边，所以对面刚好是普京酒店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床啦，这个床还挺大的，感觉很舒服。我不喝啦，我们真的太傻了，我们明天都要走，我才发现我们酒店旁边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商场。哇，还有好吃吗？